最近老看人肉的东西，今天去打了生肉，我打了吗？打了，天哪，还不太行。我昨天喝三瓶水，我生了两瓶。是啊，我去换裤子。好，里面全是蚊子啊！哎呀，一颗包，你们就给我100块。这个，哇塞，没吃午饭。长沙麦当劳，腰子。天哪，你啊，那我还可以更瘦。这边有两个小龙虾了。我自己点就行。你那个香煎葱油饼，然后酸辣土豆丝，土豆要几分熟？一分。吃完折金蛋，现包海胆云吞。啥？现包海胆云吞。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？想看介绍，去看节目。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公众号。你有什么要带回去的吗？我这娃娃都带回去。那你的快乐是？没有，我动太丢了。你们那个小密室在哪呀、啊？小密室，这两个会议。好的。宣传备采吧，谢谢。我们六个人的桌面了。你看一眼，就我是在最边上最左边，你看看姐姐们桌面有多干净。